近年好像很流行这个逼宫说哈，那这个逼宫说好像也跟我们近来流行的宫廷剧很有关系了哈。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了，我们是一个民主政治，我们不是一个威权政治哦。那在民主政治里面，真的不是宫廷剧的这种剧本的这种环境哦。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政治想得这么复杂，基本上我们对我们的民主政治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哈。那至于民进党现在的状态，我想跟各位报告啊。民进党在2008年曾经挫败过一次，那么那一次的挫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警示哈，也给我们党内有很多的提示哦。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啊，斗争绝对不会是解药哈。那剩的是一个毒药哈，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或许在这次选举完了之后，我们党内有很多的人有不同的意见，那对于败选原因的检讨哦，我们大家也都很认真、很用力的去想哦，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也有很多相同的看法，那也有人讲话会比较大声，那有人选择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面去表达意见，那这种现象都有，但是都不改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个党在面临困境、在困难的时候，团结是最重要的哈。那这一点，我基本上对民进党我们现在的整体来看呢，我是有信心的哈。那我相信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会把这个队伍重整起来，那面对我们下一局的挑战哈。那么至于阁揆的问题，我看近来讨论也非常的多哈。那这段时间以来啊，这个整个内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省跟检讨哈。那赖院长也带领了行政团队在做所有的政策，还有我们很多的过去的很多的在行政作为上啊，我们做一个很深入的检讨。所以这段期间呢，我也跟这个赖院长也常常见面，我们也常常讨论问题啊。那我也利用这段时间跟台湾的社会啊，都也有一定程度的对话啊，所以我也有一些感想跟感受，我也跟这个院长来讨论啊。那基本上我们两个在这个阶段都有个共识，也就是说检讨跟反省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啊。那过去的一年多，赖院长跟我是很紧密的工作伙伴，我相信未来也是如此啊。那至于近来比较常被讨论的所谓的白绿合作的议题啊，那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啊，选举其实很多的名词，或者是在民主政治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啊，是被拿来使用啊，但是我基本上只有一个信念，那也相信也是我们民进党将来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啊。也就是说，我们在2016年的选举的胜利是来自于我们取得的社会多数人的支持。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面临下一局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要去集结这个社会对我们最大支持的力量啊。那这是我们全党要在下一个阶段去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一次选得不好，甚至于是一个输的局面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反省检讨，而且能够更接近我们人民的想法啊。那么在这一些基础之上，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工程就是集结最大的民意的支持。好，谢谢。好，那那个因为稍待中还在会议当中，所以我们开放两个问题。那个邱哥。那我可以比较说，这个会议会不会答应大家之后都像刚刚这样的方式，还在喝酒一次？然后另外你说这个是这个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总统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所谓的赖奎跟集结的问题。那因为最近很多的声音都是讲说，是不是赖奎跟集结会再次向你请辞？那赖奎昨天也包含说他的去留，那总统呢他自己决定。那目前总统您对决定跟赖奎规划是怎么样？我觉得
哦，我们这样的情境这样的方式，如果各位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共同来说服黄崇彦啊、哦。那将来我们或许有更多的机会来交换这个意见，或者是说各位觉得需要总统厘清的，那我们也会来给各位做说明。那至于菊姐跟赖院长啊。哦，我想跟各位报告，他们两位绝对不会是恋战的人啊，但是同时他们两位也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感的人啊。那他们在政治上历练也都很久了，那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忍辱负重，那么什么时候要挑起责任。那么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三人的互动非常的好，那我们都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个党这个执政的成功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的信念的所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在检讨反省跟我们在为下一局在下一个阶段跟整体的执政的思考上，我们都抱持着这样的态度。我想这次的公投的结果啊，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尊重民意，那我们也接受这个公投的结果哈、啊。那后续的处理，我们照这个公投的结果来做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公投的这项过程啊，当然有很多技术性的，像选举跟公投之间在一起，造成选举的投票日上面的这个很多安排啊。那是需要检讨的之外啊，那我想跟各位报告的，也就是说，其实不仅是执政的团队啊，对公投结果有所这个检讨跟思考之外啊，我想我们的盟友也会有一些想法跟思考嘛哈，所以在后续的时间，我们会找不同的团体或不同的意见领袖啊。我们会来交换意见。对，好，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你们下次还来吗？好。你们不会期待每天吧？如果每天的话，你们会很忙的。可以啊。哦，这个我们的幕僚正在双方幕僚都在沟通当中，我相信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毕竟。这个国家的治理哦，不论是中央跟地方的这个协调哦，那我们也希望早一点可以有交换意见的机会。嗯 ，OK， 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